大家好，我是阿 John， 又再来到过年了。今天教大家一样很实用又可以悭 budget 的嘢。所谓年廿八洗邋遢，那我哋梗系喺年廿八之前教大家做呢件事啦。首先加入家用钻石梳打粉，再加入双氧水，然之后搅匀。搅匀咗双氧水之后咧，鞋咧唔需要去洗嘅，唔需要湿嘅，直接就去擦咯。當然我試過很多次啦，但係坊間有些係會洗完之後成對鞋黃曬嘅，咁啊即係洗好個洗啦。咁有些完全冇效果嘅，咁有些有效果，不過咧就好繁複嘅。完成咗之後，記住唔好沖水喎，就咁擺佢喺陰涼嘅地方，等佢慢慢咁乾。3個鐘頭過去之後咧，個鞋已經乾曬啦，因為最初都冇濕過水。佢而家面頭咧就好似有陣漿咁。之後咧就用我頭先個刷，不過要乾喎，就可以輕輕掃走佢面頭嗰啲粉，佢完全係一啲好似白粉嘅粉。慳到嘅 budget 梗係用嚟買翻條新褲過年啦，大富大貴啊嘛！我話要呢條啊，唔該。跟住咧就同大家講下個小秘訣。其實個秘訣咧就在於個漿粉嘅結度，因為太結咧佢又上唔到去，太稀嘅話又冇乜效果。咁一般我哋話1:1，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個漿粉，如果係去到有少少翹住支筆嘅時間咧，你再加多少少雙氧水。溶翻啲咁多，等佢係可以搖得喐嘅話咧，咁呢個結度就應該係啱㗎啦。